好，来我们看这一边，它叫我们 sketch on the same coordinate axis the graph of y 等于二减 x and y 等于 modulus 二加一百 x。Hence solve inequality 这一个大过这一个，所以我们的 y 等于二减 x 的时候是向下的，经过二，然后这边也是二，所以在这一边是这一个东西。然后 modulus 二加一百 x 的时候呢，我的 y 等于一百 x 是这样。然后二加的时候就是一百 x 加二咯，向上咯，OK，所以它移上两个位。然后它在 modulus 的时候呢，它会把下面的这一边反射上去，所以它就会变成下面的反射上去，OK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，我的碰到这一个它的这个的点是我的 modulus 二加一百 x 等于零，二加一百 x 等于零啊，一百。x 等于减二，这个搬过来，然后过后呢，我的 x 等于减一百二，所以在我的 x 等于减一百二的时候，这边它是这样反射上去，然后它在这一边这样过去，然后我的 y 等于 x 这一条线呢，其实是在这一边，这个是我的 y 等于 x 这一边，OK，所以它现在是要二减 x 的这一个大过这一些东西。大过 modulus 的这一个，所以我知道它大过的地方是在哪里。我大过的地方这边它小过，这边它小过，大过的都在它的后面这边，这一些全部它都是大过的。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，我就要知道这一个点是什么东西。OK，所以这一个地方这一个 value 会是多少呢？我们要跟它算出来。OK。它这个 modulus 的这一个东西呢，它的这个 y 等于 modulus 二加一百 x，如果是 piecewise function 的话，我其实是二加一百 x for 我的 x 大过零，OK 大过等于零，so 减括弧二加一百 x for 我的 x。在那个我的 x for 我的那个 x 是在那个二分之一，这个是刚刚是减一百二跟零之间，然后在 x 小过那个减一百二的时候，这一段。它其实也是跟着原本的，这个是跟着原本的，就这个它是反射上来，OK，所以这一个其实是这一边，然后它跟 y 等于 x 碰到，所以我就减括弧二加一百 x 等于减括弧二加一百 x 等于二减 x，然后乘进去，全部搬过来，再全部一起乘 x，x 过来减4x 减一。然后我这样做那个formula，然后拿到4.23跟减0.236，OK，其实我们这一边很明显，这个是减0.236啊，所以它的答案呢就是我的 x 小过减0.236那一边，OK，其实你也可以用那个 computing the square 的一种方式来拿到，它是2加减 square root 5，最后是2减 square root 5的那个地方啦。OK，所以这个其实是二减 square 5y 的，但是不用啊，我们用这一个方法就可以了。